有一句很经典的话，当你紧握双手，里面什么也没有，当你打开双手，世界就在你手中。什么是舍，什么是得？舍得笑，得到的是友谊；舍得宽容，得到的是大气；舍得诚实，得到的是朋友；舍得面子，得到的是实在；舍得酒色，得到的是健康；舍得小，就有可能得大；舍得近，就有可能得到远。舍得，舍得，有舍就有得；得失，得失，有得就有失。放得下才能走得远，有所放弃才能有所追求。什么也不愿意放弃的人，反而会失去最珍贵的东西。